少年区均为青少年区专享，16岁以下以上玩家不得进入。 OK， 我就是16岁以下，来吧来吧，我就是16岁。按住说话。啊，各位哥哥好呀。好你妈逼。哎呀，好凶呀。这什么人，你说话的声音感觉好像是女的。别问这个问题了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觉得应该人家是小萝莉。他是个你这个人妖，别说了。哎呀，人家不是人妖呢，讨厌呢。哎呀，有人死了好恐怖哟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我怕你太搞笑。开始放逐投票。我投一号。走。哎，为什么我会被投掉嘞？难道是我刚才那个声线不是很好听吗？为什么会别人以为是神妖而不是萌妹子呢？难道这还不够萌吗？应该更萌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呀。什么？啊，你好，我是一个小萝莉。嘿嘿嘿嘿。小萝莉。哎，小萝莉。你被房主踢出了房间，哇！有没有搞错？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什么鬼？你是主持人吗？啊，对，我是一个播音主持刚毕业的一个学生。我是来自四川大山的一个孩子，因为自小家里比较穷，所以平时很少玩游戏。今天第一次用手机，然后发现哇，有一个狼人杀的游戏，这个游戏真牛批啊。然后发现有特别多的小朋友和高中生、初中生啊，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友善啊，那么我们就一起愉快的游戏吧，么么哒。嗯啊，开始警长投票。我当选了，我当选了。哇，人家觉得警长的勋章好帅帅的，选人家吗？哦，来 come on baby。 一号玩家请发言。我不发言了，我想吐。十号玩家请发言。九号玩家请发言。我二号快被你，我真的要被你整吐了。开始警长投票。哎，有魅力，然后我又被蹦了，哇塞，冰火两重天。请发表遗言。哎呦，人家当当上警察就杀人家，讨厌，哼，不和你们玩了。咦咦咦，92里面可能有一个狼。哇，人马头了，他话太多了，我操，太拖时间了。鸭儿，便宜我不说，好吧，丢你，到此为止，你都没有说你，丢你雷蒙。
A。